个 AI 很棒的工具，所以我重新打开这个范例来跟你分享第一个功能。好，我重新打开刚刚这个超级市场哦，因为我这样不要混淆到。好，介绍两个我真的非常爱的 Excel 的功能。第一个功能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滑鼠右键我先插入，请问我假设想要知道这个年，这个年，好，我想要知道2019年哦，以前我们会怎么做？以前你就啊用 left 嘛，然后什么什么，现在我告诉你，2019 enter。点到它，对不起，这整栏我全部都要改成什么？改成一般。好，2019哦。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全部。好，整个去做常用，我说常用真的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功能，你一定全部都要会，快速填入，点它。全部都帮我们算出来了，2019，2019，2019，你看2020、2017，帅不帅？好，假设你今天你要这一个27828，什么635，35，这个因为都一样，我相信你一定用 right 就可以取出来。反正，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，因为他已经用 AI 来去做判断这件事了。好，例如说滑鼠右键插入，我在做，我取27828，27828，Enter。好，我把它改成通用，一般。好，然后我选这一格到最下面，到最下面。然后做什么事情呢？一样常用底下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。你看这个是27828，没有问题。这边6317829067，我要出一个小小作业哦，请你回家做那个中间的数字，对不对？中间的数字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很喜欢它结合了 AI，而且越拆越好。这个应该叫做假设 ID，然后接下来订单日期，假设这叫做年。好了，我接下来我想要再做一个很棒的功能，就很简单，就是它都已经把。